干，我被禁战。嗨，老师 ，Kenny 先生，那我们今天要玩这个是《Call of Duty 二战 Beta Join Fight》，直接上去玩玩看哦，看他会不会lag之类的。I'm Captain John P. Andrews, and I'm here to recruit you to the U.S. Army. Welcome. 等下，这是什么军队啊？Welcome, soldiers, to the Canadian Mounted Division. 之前玩这种类似的，好像是 PS3 的 Battlefield 4。我看一下它怎么用哦。啊，未解锁它的零件。切，枪的质感还蛮好看的。我还可以换枪哦，真假的？等下我的兵种不是拿狙击的，我还可以换枪哦。直接 Fire Match Public Team Death， 好不好？团队死斗。哦，瞬间的耶，这是什么职业啊？这狙击手吗？哎呦，这感觉很像医疗兵呢。走，没有，好像有些是敌人，是不是？六打六是不是？因为他做最大玩家12，感觉有些是敌人。就先这个。Team Deathmatch, eliminate the enemy team. 就我跟你哦。我靠，二打五，为什么？对啊，我地图我都还没摸走哎，敌人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敢开战？靠，他挂了。不能蹲下吗？扛肉不是蹲哦，是吸。谢。啊 fuck！ 这我处理不好，应该换第二枪的。他的换枪是不是 Q 哦？他的 Q 是打人家哦。他不是说我有小枪吗？为什么我没看到嘞？哇！我靠！我发飞弹，我感觉我好像在玩那个《Medal of Honor》，飞弹都比狙击兵还强。有抛物线了。我一直以为这边是狙击手，你知道吗？一点点火花，我以为是他们一直偷偷攻过来。我可以偷偷捡他们的枪吗 ？Call of Duty 就是要换枪嘛。哦，这个枪哦，对嘛，这样瞄准才那个嘛，才正常嘛。我之前玩那个越南什么风起云涌，他的瞄准真的超奇怪，同样一把枪。鬼内狙，太好太好了，我看。这个好像也不错啊，很像 AK。哇，他的control是趴到地板哦，这一代不会可以 charge 之类的吧？没有像那个 Battlefield 1那样。哦，我应该先建立防线，绕到别人后面实在太危险。不对，死斗是随机出生诶，没有说分方向。哦，打人的感觉是蛮有的，枪枪到肉那种爽感。Recon aloft, we have eyes in the sky. 怎么可以突然知道敌人在哪里？走走好。虽然还是有那个战术可以用哦，我可能要换一下我的视讯的位置哦。等一下，调好了，抱歉哦，没有注意到。左下角是我的血吗？不是，那是团队分数。啊 ，fuck 那个。Enemy recon aircraft observed.
刚那个盾哦，突然找不到他在哪里，而且我的滑鼠已经移到边界，我已经不能再移动了，我只能待在靠地形待在那种很狭小的地方哦，因为我滑鼠一移就会卡住了。干，我被禁战。哦，难怪我没小枪哦 ，pistol， 谢谢。对啊，在那边用到那个飞弹很怪哦。直接捡他的、哦。Shit！真的有战术可以用哎、欸！现在地图都找得到敌人。靠，他扫描更新可以快一点吗？真的很像魅斗那个魅斗弗拉纳，都可以知道敌人在哪里，超好用的。干，机枪哪那么强、啊？他一定会说 fucking camper。Fritz Expo mission underway。这把枪到底有多痛啊？几发关他几发就哎呦！fuck！ 你这不能再reload一下吗？这个刺下去的感觉是还蛮奇怪的。哎呦，变卦、欸！如果这时候他戳我，会不会比我开枪还痛啊？我靠！Double kill， revenge。哎，好像不是哦。对啊，我总觉得他们出来的地方好像是我们刚重生的地方。你会莫名一直被敌人包围这样，有有有，这个人有1911，对，有有有，他的小枪有1911，嗯，不错。Recon air home。This one。跑步跑一跑会自己就停下来，他是按一下就跑还是按着就跑？很奇怪。等一下，我觉得近战有点强哎、欸，被黏到就直接敲，直接死。哎、欸。Well fought. This was an important day.有时候真的很不习惯，就那个金属瞄准孔，如果太小的话，按右键去瞄准的时候，敌人跑到哪我都不知道了。
Enemy recon aircraft observed. Movement in the front. Enemy is down. 真的好像感觉优化有点问题。哦，我走了、欸，为什么？哦，原来是我的 pin 哦，红的，哇，打那么久才知道，机枪，死亡机枪，千万不要碰啊！奇怪，我一直跟着队友走，可是我们都会被后面的人抄掉了。你看他躲到墙壁，他还是死。很奇怪，我的拼真的是超强的，强到我怎么死跟他怎么死他都觉得很诡异。刚刚是敌人哦，他一直在旁边晃了。Oh my god！ 为什么你要朝这边丢？好，我也丢好了。难怪我一直觉得我刚为什么我手榴弹为什么会延迟丢出？原来是我的拼不足。啊 fuck！我先测试一下有没有他的ping到底是真的都一直维持在红色吗？那他这边有个叫卧战争模式，我看一下他战争模式是怎么样。哦，有了。哦，有配件的，哎呦，终于耶！刚打了半天我都没有装，这样就对了。而且他的战争模式最多12人，就是6打6，那这样很奇怪，人数这样看起来好像蛮少的。你6打6会有载具这种东西吗？一个人开战车，五个人走路这样。Defend the command post, soldier. 三打六。啊 fuck！ 我这个枪是那个单发的哦 ，shit！ 我们是防守方哦。我刚一直排战争模式，一直排不到人，就输我就跳啊，输我就跳这样可能。我干，开战车有没有搞错？这样怎么打？哦 ，GG 手 ，shit！ 不会吧？看不到 pin， 我又觉得打起来怪怪的。对啊，打到刚打到那个狙击手身上的子弹，我就觉得怪怪的。没有错，没有错，我感觉应该是那个。感觉应该是那个 pin 的关系，打到他身上的子弹好像有点延迟的。你也丢手榴弹就延迟了。对啊，大家都一直跑，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模式好像 GG 耶。我们现在很无助。然后队友又一直退。根本进来就又出去了。Their tank is advancing.刚才又是坦克，坦克真的可以毁掉吗？你怎么时候来的 ？What the fuck？ 这坦克是推来推去的，是不是？我看。表哥不是哦，难怪我怎么打起来怪怪，人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坦克就大家就推来推去哦。好，我这手榴弹丢错了，我只是测试一下那个那个程度。啊，他怎么可以坐上去？奇怪。
所以这个船哥到底是他们还是我们？真的是打鸟，你知道吗？就坦克突然间去，这个真的很瞎哎、欸！所以这坦克可以坐吗？我坐坐看。F 不行。Govern me。完美都不按了，你一定要趴低的，或是蹲着走的，这个不行，这个就是 Call of Duty， 节奏快。10 seconds left。What the fuck？ 哎，赢了，为什么？看不懂，我们是防守嘛？推战车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哦，蛮鸟的。所以现在是怎样？ Our mission is to destroy a battery of AA guns that's shooting down our bombers. We have to push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所以我们进攻方哦。啊，刚刚他们战车就是推过来，就是好奇怪哦。画质是有调低啊，但是阵势就是怪怪的。哎，怎么这么近？我靠！他刚刚在等我。哎、欸，笨蛋！哦，还有，很棒啊！刚刚一大堆人都跳掉，现在换对面跳掉，这模式真的很机车。刚刚那不是 slow motion 哦，是被炸到之后速我走路速度会变慢。这个工地是要怎么使用？我看看。兄弟，每个兄弟爬过来都死掉了。Hold。OK。我、oh, fuck！ 哦，憨呢，这样也可以。我只看到你 ID， 我就秒秒看。超扯的啦！刚刚那个人死了，莫名其妙哎、欸。这是我吗？对，没错。这应该是丢不到他们的。刚那个狙击手是哪一个地方瞄我的？你不蹲着吗 ？Holy shit！ 哦，左边窗户，好，知道。哦，算了，我没有狙击手，我就好好的去修啊。他现在越修越前面也有点扯哎、欸。哦，谢谢。干，没子弹。啊 ，GG 了 ，We've lost. German reinforcements got here before we could build the bridge. Dropping Fritz X bomb. 啊，我太绿了，是不是？被发现！哇，他的屏住呼吸长这样。Enemy recon aircraft in the air。哦，这狙击枪的质感好好。Camper。哎，啊 shit！Stop, please, please。
然后有没有 C4 之类的。他说我的分数要到200分，我可以用雷打，或者是选择炸弹、迫击炮。这真的很像 Medal of Honor。其实我也不想出去了，这边的 FPS 太安逸了，你知道吗？外面的 FPS 真的会让我……哦 ，shit！ 我的天堂，好像是同一个人诶，机关枪。We're taking heavy casualties. Enemy bomb incoming. Get to cover. 哎呀，为什么都不开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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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是哦，我有这么明显吗？啊 fuck！ 我看一下，绿色的，我是不晓得哪里比较好好躲，你知道吗？啊，你们一直看前面，不用看后面的，对啊，没有往前都一直看前面，真的很危险。帮你们屁股把风一下，只有一发的机会了。我刚排任何模式我都排不进去，就唯独。紫豆模式是最好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都一直断线。嗯？我只能去加那种好像类似那种已经开打的，或是那种残局的那一种，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一直很像断线的那种感觉。还可以感谢你们抽到了刚刚我玩这个。他的 beta 版，那我在那边做了 sell point 哦，因为他的那个排的系统哦，进去就会断线哦，他不是打一打断线那种，是很难排的那种，那么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